商量，拿到了没有？哎妈，痛啊！你要上哪里？下去。不要伤了，很痛啊，很痛的了，你踏到人家很痛，很痛。拿到就可以了吗？怎么这样子的？你还生气？你生气做什么？你那边有什么呀？你要拿什么呀？水罐要不要直接丢掉？他还撅嘴巴，还生气，长大又坏蛋。